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明，我是狸猫，我们现在在高雄，看到轻轨，对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高雄玩食物接龙，顺便看我们阿玛跟高雄轻轨的合作的轻轨列车。高雄有一只猫咪站长叫蜜柑，对，然后我们跟他合作了一台列车叫密码连线，没错，欢乐同盟会。这站是那个内围艺术中心轻轨站，这站也是唯一一个，就是它不是在街道上，它旁边都是树林，所以就被他们称为是龙猫隧道。哇，阿玛号好可爱哦，好黄哦。以列车名字密码连线欢乐同盟会任选一字当开头，由志明、狸猫两人轮流进行同音字食物接龙，必须合力接龙五次以上，只能找轻轨沿线路途十分钟以内最后一关开头，需为码音字超过半小时接不下去就算输。那我选蜜，蜜茶。我们去饮料店买蜜茶，我找到了，真的是蜜茶，而且它才20块。哎，等一下 ，Seven 是不是就有卖蜜茶 ？Seven 的品项太多了。果送小铺果送西茶，里面有我要的蜜茶。我的蜜茶拿到了，蜜茶成功。我找到了一家，就是要。可以吃茶泡饭的，好，茶泡饭。然后它在离轻轨走路大概5分钟的距离。哪一站？文武圣殿站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我们去搭轻轨，我们等轻轨。哎，刚刚这家饮料还蛮好喝的，真的蛮好喝的。我点的是芭乐柠檬绿，然后就是无糖的，然后它的水果又蛮重的。我的百香柳橙很好喝。轻轨来了，走。啊，没开，等一下，他没开，等一下，可是他写开着哦，哎，还是他门开着啊？等一下，营业中呢？宠物友善空间呢？他的营业中呢？营业中，没关系，我找到另外一间，他在附近，走路100多公尺就到了。好，虽然是走路5到10分钟，但还是会热，因为今天很热啊，对，今天很热啊。他又关门了，为什么？没开，我真的傻眼，我真的傻眼嘞！还是我们换题目了，不要查泡饭。等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。直接坐下了，脚太酸了，我们这卡超久哎。我找到一间店的茶叶蛋。哦，茶叶蛋，我们怎么没想到？而且它居然是在一间饮料店里面。好，走，茶叶蛋，关键的时刻。那我找那个，那我先点一点茶叶蛋。有茶叶蛋吗？有。我要2颗茶叶蛋。真的是解救了我们。我们刚刚一直徘徊在日式料理店的茶泡饭。对，也是很好吃的。解锁茶叶蛋呢，好感动哦。比 Seven 好吃吗？比那个冰上店好吃，很有味道的茶叶蛋。它蛋黄很茶哎。木王。我刚刚点这杯也蛮好喝的，它叫美好心动，然后它里面是真的有草莓果粒，是真的草莓，然后配上那个绿茶冻，然后跟柠檬茶。我这个是荔枝绿茶。上次。这上面都有阿玛的图案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一站，然后我们要去吃蛋板卷。我们刚刚找到一个很有趣的名字，对，蛋板卷，蛋听起来超酷的。
蛋白酒。谢谢。是软的，软软的。我要试吃了。哦，你看我拍，你就知道我会怎样吗？等一下再拍啦。你等下吃完我怎么拍？不是，里面还有啊。哦，日常斗嘴。我觉得它热的应该很好吃。对，但这凉凉。它不热，它就是淡淡的香味，它就是鸡蛋糕的味道，有点像长形鸡蛋糕，然后口感比较扎实，层一层的。但它的味道很单纯哦，就是有的人会很喜欢这种面粉感的感觉，然后它又软软的。有路过可以来吃，但不用特地来。而且是一个阿伯可以支持一下。一个阿伯，那我就接卷心酥。刚好前面有一家蛋糕店，你确定它有吗？前面有一家蛋糕店，有买到吗？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找到了。卷心酥，卷心酥，有成功了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轻轨站。我刚刚找到一个苏打水，在哪里？好，我们要前往那家餐酒馆买苏打水。哦，我们买到了苏打水了。不是，这是小米酒冰沙。这种你要乱买，就是不是我们关卡的东西。还蛮好喝的，那个小米酒冰沙是在那个博尔这边的，算是艺术特区吗？就是这边一家咖啡厅买的。快点，我们赶快去买苏打水，超漂亮！你看这氛围。来喝一下，解锁关卡。就是气泡水。好，我们要去那个买水蜜桃冰沙。然后我们刚刚以为不是在哈马星站吗？对，不是，我们去的第一家店果颂茶坊，还有卖水蜜桃冰沙。哎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造假。哎，我们又在往那边走了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感觉快看到终点了。水蜜桃冰沙。我们历经千辛万苦，噔噔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去沙马，沙琪玛还是沙威玛？我比较想吃沙威玛。有沙威玛？我都没有吃到正餐类的东西。哎，旁边就有糕饼店啊。对啊，旁边就有糕饼店。我最喜欢。会不会这边就有沙琪玛？我比较想吃沙威玛。试一下当代表吧。沙琪玛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接到我们的最后关卡，是马卡龙。然后这家马卡龙就是在博二那边。哦，耶，解锁沙琪玛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回去搭轻轨喽。三种博二蓬莱站。对，那我们就走去买马卡龙。哇，晚上了，漂亮。漂亮！哇，马卡龙卡，买到了最后的马卡龙，这代表我们的密码连线。我们从一开始密到最后的码，都达成了。对，百香果，哎，其实蛮好吃的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马卡龙配百香果，直接吃掉。开心果口味，开心果。看起来好像抹茶哦，很香，好像还有一点点像坚果类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今天终于结束了。然后这个密码连线呢，就是蜜柑跟阿玛的号，阿玛号，他们会持续到今年年底。然后他们的车号是 T23，然后你可以在那个 App 下载 iBus， 然后上面可以查到那个时刻表，不一定每一班都是阿玛号。我们今天这样搭轻轨来回跑这么多趟。我们只花了60块，只花六两个人哦，只花60。当然今刚好它某几段有免费的区段，对，但就是其实也是蛮便宜的，对，所以就蛮划算的。然后就是如果来旅游的时候，就觉得这种旅游方式蛮休闲的，对，可以多多利用轻轨啦，来高雄玩，顺便看阿玛号。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